王大人，老身有十个女，令公子可任选其一，喜欢谁，我就将谁许配给公子。我都要。放肆！爹，你不开心啊？咕噜咕噜，小猪开心不会哭。于夫人，嗯，三年前元丰得了痴症，就是傻了，傻，至今未愈啊。王大人，我有一面通灵宝镜，多年温养，既可通达仙境人间，又可专注大人安危。当大人有忧烦之事，此镜就可发出一光，因此您和公子的情形，老身早有知晓。啊，既然知道，又何必如此啊？王大人，您可曾记得四十年前您还年少的时候，在一个雷雨之夜？啊，我救过一只受伤的白狐。莫非？不错，正是老身特来报恩。你是狐仙？嗯。爹，听人说狐仙最漂亮，我要娶狐仙。嗯，明白了，那就让元丰自己选吧。王大人，请容老身用法术把你们送到云层中吧。爹，狐仙在哪里？乖了，闭起眼睛，我带你去。好了，恩公，别怕。元丰，元丰，你看这儿，这些都是我的女儿。那个抱兔子的是金柔，在桥头的叫秀梦，手里拿花的唤作青梅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个凡人女儿叫灵儿，就是那个端茶送水的，她从小在街头流浪，我看她可怜带回来的。这两个下棋的，左是红莲，右为绿枝。那边弹琴的叫粉桃，荡秋千的两个，左是紫玉，右为紫金。你看，喜欢哪个？那个好看，那个也漂亮，还有那个，哎哎，能选一个啊？那我可不会选了。没关系，元丰，再看看。怎么样？那好吧，让风筝来定吧。啊，风筝定情？怎么定啊？拿着，放出去。风筝落在谁手，谁就嫁给公子。是我们的，来。有什么好抢的？风筝在我这儿，给我的，我的，给我，拿不着吧？给我，还敢？给我拿，给我。是我的了，你们看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，抢也没有用。是灵儿，我看啊，
还是凡人跟凡人有缘。好啊，好啊。看，方丈着魔了。疯丫头来了，小翠。小翠，你不要欺负我。小翠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兔子！哎呀，小心！哎呀！小翠，你看你本来凶相就没样了，真是一个疯丫头，怎么这样啊？风筝，风筝，不疯怎么争啊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小翠，最让我不省心，整天疯疯癫癫的。刚才是谁想要这面风筝啊？你不玩，让给我吧，给我们。这样好了，我把这个风筝变成好多个风筝，给你们每人十个，好吗？快给我们变！对，让我们看看是怎么进行分身的。好，我变了，你看好哦。你干什么？好好一个风筝，让你给毁了。别理他，我们走。他真的有实心风啊，好多小风筝啊，飞了！我要小翠，我要小翠，你要小翠，我要小翠。这是小翠头上的簪子，你拿去做定情信物吧。信物是什么？我不会写信。有了这个，小翠就是你的了。那可不能丢。实不相瞒，此时此刻您和元芳都是在睡梦之中。我在梦中。王大人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今晚子时到城西三里外的莲花碑拍打石碑，我就会带着小翠来和您见面。小翠，我要小翠。听话，我叫你在屋里读书，你跑出来干嘛？折风筝。好，你说现在元芳选到你，你叫我怎么办？ 我哪知道怎么办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小翠，人来了，你去见见他。小翠，你是铁了心肠要母亲失信于恩人吗？
我不去，你去啊。母亲，你也很漂亮啊，你嫁了不就得了？你这，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他父亲救了你，我就要嫁给他？姨父，是这儿吗？你没记错吧？没错。怎么了，姨父？啊，你去哪儿？爹，爹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家的闺女啊，你就听听我的话，去见见她吧。其实元丰相貌清秀，为人朴实敦厚。你跟他相处几日，彼此了解一番，还不情愿，我再拉下老脸跟王大人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们把我爹抓去哪儿了？啊！姚梦丹大哥，是王大人在城里出了照妖镜，所以你们才进不了城，耽误你们喝血了。对不住啊，他是王大人的儿子，要抓他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姬瑶，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新王的那个傻子吗？你认得我？你是谁啊？哎，我好像见过你。我今天真的见到高人哎。我不高，铁牛才高。铁牛哪有你高？他只是比你傻。虎头鱼簪为什么在你这里？从哪里偷的？哎，那个是于夫人给我的一个写信之物，有了它，小翠就是我的了。别做梦了。哦，你就是小翠姑娘吧？我是元丰的表弟，季瑶。对，
你就是小翠，我在梦里见过你。那又如何？干什么呀？你为什么那么晚才来？我爹没了。不哭，不哭。姐姐呢？带你去见铁牛啊，好不好？我不要见铁牛，我要见爹。王大人呢？哦，他被海风妖抓走了。王大人，爹，爹。母亲，王元峰只是有点傻吗？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从未爱过，我只是希望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真爱。您这样做不就是害我吗？不知好歹。母亲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得为自己的女儿想想啊。母亲。怎样？已安顿季瑶和元峰住下，元峰脖子疼得厉害，我让他卧床休息了。王大人是苍城的知府，保护子民，造福一方，也曾经救过你们的母亲。他被海扶妖抓去，凶多吉少，我们幻化成人形，应该知道人间恩义。女儿们，除了灵儿留下来保护元峰，其他的随我杀向海扶岛，拼死也要把恩人救出来。是，走。母亲且慢。什么事？恩人自然要救，可您想想，九年前仙魔人三剑81路雄杰共赴海扶岛，都没能拿下海扶王，现在就凭我们几个，又怎么伤得了他？这打不过也要打呀，大不了一死。好女儿，走。母亲，你看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有你，从城之死在还不滚出去！王大人果然好血性。这么浓烈的血腥，本王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。少废话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你答应每天送一个苍城百姓到我的海福宫来。休想！海福王，你别得意，我行不义必自毙。你算吧，你妈痛快点，你妈一个痛快，我心里过瘾。你什么妖孽，好儿正气终将让你化为齑粉，洪荒道义一定让你碎尸万段。去替你报仇雪恨。母亲别冲动，不要离开啊。你不要母亲，我们还要呢。你说什么？母亲，王大人已经死了，我们准备的充分一些再去报仇也不迟啊。何况元峰还有伤在身，照顾恩人的儿子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，您说呢？我去看看他的伤势。小翠，我表哥的梦话比较多。你为什么不理我，小翠？小翠，干什么？我已经做好了，
送给你。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为你做风筝，我做一个，你撕一个，我再做一个，你再撕一个，我做。你别做了，我撕的手疼，别说了，睡觉。啊。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于夫人，她的伤口会发光，就是这道伤口上了海扶妖的。至阳玄魄，海扶王，你受伤了吧？很多年前，我曾遇到一位龟仙，他有5000年的道行，无所不知。他曾经跟我讲过，天地间每隔几千年会滋生一副至阳玄魄，有至阳玄魄的人，血光可刺伤仙魔。元丰就有至阳玄魄。嗯，怪不得这么少，几千年才出一个。哎，他能伤了海扶王吗？正是邪魔妖道的克星，可是海扶王已经修炼万年了，受了再重的伤，3日可复原，即便死了，7日可复生。至阳玄魄又能拿他怎样？至阳玄魄必须要激发，当玄魄出窍，此人就会拥有除妖大法，被他杀死的妖魔万劫不复，永不再生。那如何激发才能使玄魄出窍？这就靠小翠了。嗯，我能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狐仙。玄魄之主必须要与他真心相爱的女子洞房成亲，方可激发元神，引玄魄出窍。但是我还没答应嫁给他啊。你必须要答应。你说不逼我的。恩人已故，你叫我如何毁约？难道你要母亲背信弃义，愧对亡灵？但他是个傻子。海扶王3日之后就会复原，复原之后一定会来狐仙谷找人。2日之内你一定要和元丰成亲，待元丰玄魄出窍，为民除害。母亲呢？我心意已决，你再不听我的话，就不再是我女儿。伤从何处来？是被一个人的血光所伤。什么人？先前抓的那个人的儿子。止血！大王，王知府有个儿子。有一个。此人如何？此子本来聪慧至极，3年前却突然得了痴症，不明原因，到现在还是呆头呆脑的。可有异象？有，王知府之妻根本不能生育，她是捡回来的弃婴，捡到的时候身边有一把宝刀，但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拔刀出鞘。还有
破。你终于出现。人现在何处？被狐仙谷的于夫人救走了。啊，狐仙谷，那可是个好地方。狐仙谷后山的风光，有时比仙雪。送给你，你拿去撕吧，撕吧。写信之物不在我手上，你还是我的吧，元丰。你可爱我？爱是什么？爱是与君相拥，地久天长。意思是，你觉得那个人好，只想跟那个人在一起，愿意拥抱着他，无论怎样也不分开。那我就是爱了。抱我。你好香哦。无论怎样，你也不放。不放。就算有刀伤你，也不放。不放。不放，就算有箭射你，也不放。不放。不放。就算有火烧你，烈焰焚身，也不放。不放。不放，不放，我就不放。爱情这东西真好玩。再次还你。谢谢。收起来吧，不要别在头上。哦，小翠。小翠，你可不可以给我跳个舞？跳舞？嗯，灵儿说，你跳舞最好看了。我跳得好啊。红莲，你笑什么？你的爱情啊，如果这也叫爱情的话，那全天下的人都要把牙笑掉了。这不是爱是什么？
是傻啊。我姨父还有一个遗愿，既要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快说。我虽然不吃，可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伴侣，姨父也为我的事头疼。王大人未曾提起。元丰，如果我遇到了危险，你愿意抱着我保护我吗？愿意啊。就算有刀伤你也不放开？不放。就算有箭射你也不放开？不放。姐妹们多好玩啊。你们也来试一试。走呀。快来。元丰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呀。元丰哥哥，你怎么说他好看呢？你看着我，你说要是有人伤害我，你愿意抱着我保护我吗？愿意啊。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愿意。他说他愿意。就算有刀伤你，你也不放开。不放。就算有箭射你，也不放开。看见了。就算有火烧你，烈火焚身，你也不放啊。不放。还放呢。红莲，我告诉你，元丰若神志清醒，只会对我一个人好，断不会对你们说那些话。那你太不了解世上的男人了。你愿意永远这样抱着我不放开吗？姨父，你歇歇灵吧，就跟于夫人说一句吧。姨父，你救过他的命啊，你对他恩重如山，他一定会照顾好您的家人的。姨父，好了好了，你去看看我哪个女儿愿意，我就将她许配给你吧。多谢玉夫人成全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选。且慢，你告诉元丰说已经把他的父亲救出来了，送回苍城养伤，待他成亲之后就会来看他。哦，既要明白。还有，你告诉灵儿，今晚让他随时守在元丰身边，以防不测。今晚？爱父王不是后天才能复原吗？老虎抓狐狸，抓到谁呀、啊？谁就是你的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过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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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老虎！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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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和九尾狐那样的真爱。白狐虽死，九尾阿玛与君相拥，地久天长。你怎么能逼我去嫁给一个不解情爱的傻子？哎，我来。哦。对了，季瑶为什么还不回来？他不回来了。啊！今天晚上我陪你。对了，灵儿，明天呢，我要跟小翠成亲了。洞房在哪里？哟，还知道洞房呢？那你知道在洞房里要做什么？不知道。找个人教教你。谁啊？元芳，
你说我好看吗？好看。今生爱不成，那就来生再爱吧。腾儿，放手啊！放手！你要的爱会伤了你。爱怎么会伤人？还记得于仙游娘吗？三百年没见了，你也没说什么原因，就再也不让我去找他了。他疯了，他爱上一个穷书生，叫李毅。他们俩爱得惊心动魄，你死我活。李毅喜欢下棋，游娘就天天陪他下，缠绵厮守。后来李毅金榜题名成了状元，却抛弃了游娘，游娘哭晕在地。醒了以后却以为自己还和李毅在一起，以为自己成了亲，从此便生活在幻觉里，幻想着还在日日和李毅下棋。这空棋盘一下就是300年，虽然偶尔清醒，但再也回不到从前。那个快乐的游娘没了。我要你嫁给元丰是用尘缘报恩，他傻，你不必对他深爱。爱就深爱，不深还爱什么？我不要王元丰，我要找我的大禹。你只知道大禹和九尾狐的幸福，大禹死后九尾狐自尽而亡，你可知道？我就不信了，千秋万载狐和人就没有好好爱过一次？一次都没有。狐仙痴迷凡人，无不惨痛落魄。你不要吓我，是你想要的爱可怕。世上人人都求爱，怕什么？我们是狐，狐又怎么了？狐也有情啊。坏就坏在我们太重情了，我一早就对你说过，狐比人执着，一旦陷入难以自拔。爱就爱了，何必自拔？爱会让你疯，疯就疯。爱会让你死，我认了。你偏要飞蛾扑火吗？母亲，飞蛾不就是扑火来的吗？我不要傻，我要爱。你风筝你撕碎，画卷你撕碎，可是娘的心忍心撕碎吗？我所托的友人已经回话了，楼兰医神、沙叶大师医术高绝，最近在琼城一带行医。您要为元丰治病？他神智恢复之后，痴傻的这3年就会全无记忆，我会安排他重新选亲，到时候你不参加便是。母亲，还是您对我好。求医这几日你在佯装一阵，别让元丰伤心，这样总可以吧？母亲怎么说女儿就怎么做了。就属于顽皮，有你吃亏的时候。疼儿，对不起啊。疼吗？
怎么了？你不想要我吗？要你什么？就是我，来，我教你。我带小翠纪瑶去跟元丰看病，红莲遇事不慌，灵儿有凡人之变，都随我一起去吧。其他人帮我守好狐仙谷。是是是。小翠，咱们什么时候成亲呢？快了快了，这事你倒记得清楚。元丰，你到了琼城啊，我带你去吃豆腐脑，有个大老李做的豆腐脑可好吃呢。为何只见百姓出城，不见百姓进城呢？难道前面有战乱？红莲，去看看。嗯。行行好吧。哎，大姐，借问一下，琼城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老人家，这城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去走亲戚。行行好吧，行行好。哎，母亲，我来。行。老先生，这琼城是不是有灾啊？我看你们怎么都往城外走啊。至阳玄魄烟消云散吧。大王英明啊。不不不，不是我英明，是我的小美人可惜。我已查清楚了，琼城知府居然和海福王达成协议，在街头常备死囚，让海扶妖抓取吸血，还美其名曰共刑。皇上知道吗？皇上怕江山不保，默许了。哪来那么多死囚？这死囚里必有冤民。这正是琼城百姓纷纷出逃的缘由。大老李，
卖豆腐脑的大老李，他那么老实，一定有冤情，他怎么可能犯死罪啊？那是不是吃不成了？几位客官是外地来的吧？住店吧。气死我了，母亲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，只想荡平海富岛。哎，你又冲动了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医馆找沙叶，治好了元丰，再让他们成了亲，海福王不就死定了。以苍生之忧为忧，以苍生之仇为仇，爱世间人才是人间挚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呀，本来今天你就该成亲。好啊好啊，我要。豆腐脑。救你的，红莲，红莲，你有事儿吗？睡不着，领教一下呗。大老李已经救出来了，白马会带他去苍城，以后去苍城吃豆腐脑吧。今晚你本来可以救天下人的，你愿意嫁给一个傻子吗？我愿意。不吃不傻不是爱吗？不吃不傻不是爱。我听老人们说的。我明白了，你愿嫁给傻子，其实你已经傻了。大概是吧，反正你们都不喜欢我，无所谓啊。爱可以无所谓吗？若能救百姓，还能为母亲分忧，当然无所谓了。不瞒你说，昨天晚上我本想横刀夺爱，未曾想。那你愿意和我成亲吗？我只和小翠好。只和我好？哼，谁哄他，他跟谁好？我问他了。怎么谁问你好看不好看，你都说好看，都想抱他，都想和他在一起啊。你猜他说什么？什么？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说。谁想听我就哄哄他们，让他们开心开心。你说他是真傻还是假傻？翠姐，我是真喜欢他，你若不喜欢就让给我吧。人家都说了只对我好，我怎么让？编个理由让他不喜欢你还不容易吗？他傻，不会纠缠的。你容我想想。还想什么？早一天有人与他成亲，百姓就早一天安宁，你说呢？昨天晚上若是多给我一点时间，说不定就成了。哎，打个赌啊。赌什么？我赢了，今晚就留在这儿。好啊。真的？可你赢得了吗？
小翠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客栈附近一户空宅，我带你来的。小翠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呢？成亲啊。成亲？对。现在不好吗？好啊好啊，真的吗？怎么成啊？嗯，你也不知道？看过。先要给新娘弄一个红盖头。红盖头？哎，我说的是拜堂之后洞房之事。没看过，我傻不懂，你应该懂吧？嗯，男女之事本是天性，料也不难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？我不懂啊。书上是这样写的：二人宽衣解带，肌肤相亲，云雨一番，沉沉睡去。什么是宽衣解带啊？就是把衣服褪去啊。你那么急干什么？我能不急吗？成了亲，我就能见爹娘了。我们该怎么做？肌肤相亲。你笑什么？你好香。我们该云雨一番了。哎呀，可惜啊，今天是晴天，没有云也没有雨，我们怎么云雨一番啊？说你傻你还真傻，你忘了我并非凡人。小心点，雨快下了。小翠，我们就这样一直淋着啊？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你能给我什么？给我跳个舞。身子都光着，怎么跳啊？哦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为我跳一支舞的。没想到你这个男人这么厉害。我什么火啊？母亲，我打听到了沙叶大师的医馆在长风台上。大师在吗？大师行医去了，很快回来，几位馆内休息。请。
小翠，这东西为什么不掉下来？母亲，你说呢？这是玄炉，能汇集天地的灵气。哦，谢谢。其实你们每个人都挺好的。哎呀，我之前想啊，你们谁要是要我，我一定一生相随。可是我真没敢想你会说什么呢。红莲，有了昨晚的事，我觉得我已经不属于我了。昨晚不就是输了你一盘棋吗？母亲，还要等多久啊？你有什么想法说。不瞒母亲，这两天我觉得您说的对，家国天下总比儿女情长重要。昨夜我已经跟他……你们已经成亲了？那他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我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。做错了？不管怎样，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我怕他清醒了会忘记我，他会不喜欢我。小翠啊，坐吧。爱是要为他人着想，现在他有治好的方法，你能不救吗？若他真的不记得我了，我能不能把我们的事情讲给他听，让他继续喜欢我？不行。他失忆之后情感空白，不能强行介入，只有出自本心去爱，你们成亲之后才能激发他玄魄出窍。为什么？翠啊，爱是一个很玄很玄的力，爱之力不能有任何杂念。母亲，怎么了？海福王来了。如此狠毒，你想逼死你女儿吗？哼，活
亲，莲姐她不会有事吧？别管她。母亲，你怎么不用九尾神功？上月十五，我在你入睡的时候已将神功传授给你了。传给我了？灵儿，海夫王马上回来，带着姬瑶回狐仙谷。哎，母亲，去吧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姐姐。保重。哎呀，别啰嗦了。丫头，自己保重啊。小翠，带着元凤，马上向城北大漠逃，越远越好。我不走。红莲，红莲。之后才能救我，才能救苍生，明白吗？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大王者，天地男人。
我不放，就算有刀伤我也不放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，就算有箭射我也不放。而那位凡间公子还需要两个时辰方能苏醒。元峰，他不会有事。姐姐放心，大哥哥会好的。多少百姓，没有速效之法吗？快说呀！若有一副千年元神，可用移神大法，将元神移入公子体内，一日便可打通公子的神髓。一日就好。只是。这千年的元神难觅呀。我有啊，我已修炼千年，不如就用我的元神做药引吧。万万不可。姑娘，这元神移入公子体内不能再返，而你因为失去了元神将会昏迷五个时辰啊。那又何妨？醒来后不出七个时辰，你就会渐渐变得心智全无，最后你会变得比公子还要痴傻百倍。
痴傻百倍。好啊，傻就傻了。姑娘，三思啊。九思又如何？你也只有五百年元神，到哪找千年元神呢？七个时辰一到，你就会变得连他都不认得，最后你会变得连自己都不认得了。怎么会？我一定是先不认得自己，最后才不认得他。他明白了，你变傻，值吗？一来，苍生得救；二来，母亲定会夸我懂事；三来，你不是说我还有七个时辰吗？他不傻，我也不傻，大家一起清醒七个时辰，快乐七个时辰，这就够了。来啊，快用你的移神大法吧！情不重，不胜娑婆。你呀，已经变傻了。这么快？我已经傻了。情人自己变傻的人，不是比真的傻子还要傻吗？我就想和全天下所有的男人都生气。
我能感觉到有些事情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你们就看在我快要变傻的份上听我一次好不好？嗯，好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小翠，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元丰醒后会把这三年所有的事情全部忘掉，包括你们还有我。季瑶会让他再去选亲，他未必会选我。说好了，他选到谁，那个人就要马上和他成亲。那我们就去告诉他。不行，爱之力不可有任何杂念，为了前情，为了感恩，都不是本心，是不能激发至阳玄魄的，反而坏事。你们不要傻了好不好？小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再也不能跟元丰成亲了。不成就不成，苍生什么什么的才是人间挚爱吗？我相信元丰一定会选到翠姐的，只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未免也太短了。还有姐妹们，原谅我先忘掉你们，我要用我所有的力量记住元丰，我不会让自己忘记他。小翠，你们应该为我高兴，我修行千年就是为了这七个时辰。表哥，你醒了。季瑶，我在哪里？我好像睡了很久的样子。对了，昨晚我们去看花灯的事，爹知道吗？表哥，你得了痴病，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。三年？得了痴病？哼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哼，其实你……哎呀，好好，先不说这事儿，现在有一桩紧急的事。什么事啊？你相不相信表弟？不好说。表哥，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可是这个你不会不信吧？怎么回事？你听我说，这里是狐仙谷，是姨父安排你到这里来的。他让你醒来之后速速与一名女子成亲，今晚就洞房。为什么？你不可多问，等你成了亲之后就知道了。那爹要我跟谁成亲？有九个女子任你挑选，八个是狐仙，一个是凡间女子，个个如花似玉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哎呦，表哥，哎呦，我不骗你，真的三年了，我对此玉佩发誓。真有不可说的大事急事，你今天必须挑选一个。三年，这三年我是怎么过的？元丰来了以后，大家要开心一点。公子好，我叫秀梦。公子好，我叫青梅。我叫粉桃。公子用茶吗？我叫灵儿。
公子好，我叫金蕊。公子好，小女子绿枝。我叫小翠。我叫紫金。我叫紫玉。我选我选灵儿姑娘吧。大家都散了吧，哈，留他们俩在这儿说说话。表哥，今晚就给你俩成亲哈。哎，走吧走吧，走吧走。我不记得你了。可是我的心跳记得你的香味。你才是我该爱的人，是吗？元丰。定情信物吗？我叫小翠。
我爱元丰，我要和你成亲。我叫小翠，我爱元丰，我要和你成亲。我傻了。我叫小翠，我爱元丰，我要和他成亲。这三百年我也偶尔会清醒。我听玉霞说过你们的事儿。你是谁啊？我是尤娘。尤娘，我叫小翠，我爱元丰，我要和他成亲。小翠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于夫人是在我家遇到龟仙的。听龟仙说起至阳玄魄的事，只听说过一次。元丰和我成了亲，就变得可厉害，可厉害了。你不知道，于夫人也不知道。后来龟仙还告诉我，若想玄魄出窍，这个拥有至阳玄魄的人只能爱上一个凡人。小小翠，我爱元丰，我要和他。找我有事吗？晚上你就要和翠姐成亲了，我带你先去看看洞房，看看还有什么要准备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对了，小翠呢？哦，正穿嫁衣呢，我先陪你去看看吧。嗯。你和他成亲？你们好了，就是我跟他好了，你们好了，我也好了，都好了。你让我如何忍心啊？我脑子里都是白色的，空空的。我说不清吗？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跟元丰成亲啊，求求你了，你和他成亲吧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洞房在密室中。我的嫁衣给你，谢谢。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？什么傻，什么爱？是不傻不是爱。我够不够傻？是不是爱？你太傻，太爱他了。你替我爱他，你替我抱他。好好待他，像你那样待他，一生一世永不变心。新娘子要开心。
记不住你，该怎么和他说？你们的洞房就在那边。有人来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小翠，表哥，季瑶，你们不好意思，你都看到了，其实我跟小翠早就暗生情愫，可那件特别重要的事，她必须得参选，谁知道你偏要选她，我刚才正和她告别呢。小翠，季瑶说的都是真。哎，他哪好意思说呀，究竟是什么要紧事非要这样？天机不可泄露，这都是你爹安排的，你必须马上成亲。我跟谁成亲啊？灵儿啊，你之前就是选灵儿的。哎呦，再不成亲就来不及了。必须这样吗？必须。我要听小翠跟我说，这也是翠姐的心意。哎，真的？让开！小翠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你究竟爱不爱我？你想我怎么做？你和灵儿成亲吧。我不爱你。成了亲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好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弟妹。
级大王，不但恢复元气，还练成了万福大法。修炼千年都不得要领，何以瞬间通达？修炼万福大法的法则里面有一条是最重要的，修炼的人必须爱上一个人，再吸光他的血，就可以练成神功。莫非？不可能，只要吸血就有杂念，怎么可能去爱？仙魔人三界没有人能做得到。可是啊，您不是做到了，这份旷世之爱可谓登峰造极。小翠，你的剑。你们是谁？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是你的姐妹。我见过你们吗？你可以忘掉我们，只要记得元丰就好了。元丰，元丰，我已经告诉元丰和灵儿了，让他们现在就洞房。你快躲起来。元丰，
父王！来呀来呀来呀，让我们大战300回合！你看什么看？我就知道你怕我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一夜，我和红莲多幸福啊！是那个姓王的傻子，王元峰。王元峰，你为什么哭？咕噜咕噜，小猪开心。意思是说
你觉得一个人很好，只想跟他在一起，愿意抱着他，无论怎样都不放开，就算冷到伤了也不放，就算一箭射也不放，一火烧了烈焰焚身也不放，不放。闻着就香。算了吧，算了，说好的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再坐一会儿吧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那我们送你。哎，什么时候想吃啊？招呼一声。您做的豆腐脑越来越好吃了。只要你们喜欢吃就好。老爷子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好啊，每天不到中午啊就都卖完了。就是现在身体啊不行了，做的少喽。哟，开心呐。画画呢？开心啊。李爷爷要走了，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啊。李爷爷慢走。开心呢，又长高了不少，越来越像灵儿了。你看他脸都花了，哪像个女孩。孩子嘛，豆腐脑热着呢，快回屋吃吧啊。谢谢李爷爷。哎，刘伯，刘伯，刘伯，慢走。让他撕。Thank you.
你的影子，风吹千年，未知未来和你的样子，胡乱的拍，拍不开命里锁住的情门，心碎一地，却依然傻傻笑给你看，笑得好看吗？月光旋转吧，我为你在边上，不痴不傻不是爱，不傻不痴不明白，春去春来越远越绝，相聚都是为离别，不是不傻不是爱，不傻不痴不痛快，谁人向往我向谁人，疯疯癫癫醉一生，向谁人，疯疯癫癫醉一生。